没有德比，北京没有德比，只有北京国安，剩下都得死。国安这个球队20多年了。你家里活好好的，突然你爸给你来一个私生子，你感觉？今天晚上菜压80-90左右吧。开始了啊！今天客场，今天客场咱们远征来的。我都在回来了，然后我说不用说了，我又取吧。然后现在又是。就今天这个安保级别，我觉得仁和有点矫情了。关注北京。关注北京，关关北京关，关关北京关。仁和，我们欢迎你越来越强，好好跟像个北京的老大哥们学习。来，兄弟们，现在关注北京啊！能啊，赛前，赛前咱先拉练了一波。对对对，这就中轴线这一条路啊，鸟巢跟那个这是平行的。哦，这就是北京城内应该是观赏视角最好的地方了。那边呢就是属于丰台体育中心了，现在北京仁和的主场，也就是我们下午要去面对的德比对手的球场。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们也是用过那个球场当做主场的。工体的话，应该是工体那边。对于北京人来说，工体就应该就是一提到工体就能想起到国安。国安。对，工体北门那球迷都走那个主路远，汽车才能走辅路，慢慢悠悠往前开。那2005年呢，御林军就成立了，成立的第一场比赛是。2005年的9月11号对阵的上海国际，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地方，就是因为上海国际是现在的北京仁和这支球队。我们当初成立的意义是因为看到了许多国外其他的球迷组织，或者说那种助威方式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先进，能帮助中国球迷组织包括球迷文化能更上一个台阶，我们也愿意当这个基石。跟北京有音乐节世交那个差不多，球迷都会来，然后那些乐队其实也是球迷里边啊，然后之后他们写歌，就像比如说伦敦米尔沃尔的那个 Hard Skin 啊，也像咱们这个北京国安的这个以前的密三道啊，密三道最后成立不就写给国安球迷的吗？北京这座城市需要你们国安的英雄。御林军的呢，没有国安球迷就没有这首歌，这首歌是属于弥三道乐队和所有的国安球迷，不是我。上场之后，于大宝拿起喇叭，带着球迷一块儿唱所有的胜利，我觉得就特别戳我泪点。对对对，而且这首歌深入人心到什么地步？就像咱们上次去吃饭，一个外国球迷，然后学会第一首国安歌曲，就是胜利。啊，今天我在地铁里看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的是仁和不配德比，北京只有国安，是吧？很对啊，很点题啊。你想，就比如说就，你家里活好好的，突然你爸给你来一个私生子那种感觉似的。你说你包里揣点国安衣服或者穿个便装，我哪知道你是谁、啊？跟去年怂鸡巴仔，跟去年上海那老外似的吧？就是一件生花的衣服，一件上海的衣服，挺稀的感觉就。嗯，对啊。那你说今天晚上这球如果要输了怎么办？输了他妈咱俩打八去，操！砸谁打吧？国安打吧，仁和打都砸，不可能输，我操，不可能，不存在的。那就喝一杯就走，走，喝一杯最后的胜利。我现在要往那边走呢，啊，哎，好嘞，那
体呢，曾经也是国安自己的主场，现在呢是北京人和的主场。今天我们就有三四百人吧，就是御林军有三四百人过来远征。刚才我们已经存完了，人家说刚才说不止，人家说开花检查就不用存那儿，我们就给取出来了。体检员带入的是防护服，一体上各类容器。这有这宝刚才存完了，然后我说不用存了，我又取了，然后现在又让我取。现在东门跟北门，哎，你好，解释吗？不是我跟人解释一下，你看我。就今天这个安保级别，我觉得人和有点矫情了，说实话是矫情了。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根本算不上是德比这个词，就不是我们黑他们，但是他们这个历史就自身就有问题，就是外来者，那你说有什么说大家都是共荣北京啊？没有德比，北京没有德比，只有北京国安，剩下都得死，这叫自然，知道吗？对，没毛病。开始了啊！今天课程咱是远征来的，要沦陷了，咱们明白吗？为了胜利来到这里，杀了我北京国，无所畏惧，不惧枪毙，为了北京的荣誉。我们从来也没有会想到这个连胜的脚步会终结在北京人和丰台体育中心这个比赛上，因祸分明吧。现在心气儿都特别高，心气儿其实特别高，因为大家不会想到说，我可能会想连胜终结，但没想到会终结在人和身上，没想到终结在北京的地盘上，而且还是惨败。惨败。出现的，我觉得也是给日后埋下一些看点跟伏笔，奠定了火爆德比的一个基础开始。唯一欣慰的是，大部分国安球迷他会有一种对于人和的一种排斥感，排斥感。我觉得这种特别好，比以前什么北控什么一家亲啊什么的，我觉得强太多了。就跟自己的内心只能住一位那种自己心爱的姑娘一样，不会说再去迎来一个野孩子出身的一支球队吧。我觉得这个不属于国安，他赢了比赛又何妨？他照样是在联赛排第八、第九，他照样还是在中超里面没有一个竞争力。我们也期望他能再有机会跟我们去争一争冠军，争一争亚冠。我们那会儿也会用我们的现场，用我们的拳头，以及跟我们球队一起去真正教教他们什么叫做一个德比的一个人。王博，我们欢迎你越来越强，我们也希望你们每年每一场比赛的2000人，不光仅仅用一个扩音器，真正的去助威，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北京球迷文化，你们是永远做不到。好好跟向着北京的老大哥们学一学。来，兄弟们，该给国安助威了啊！我们球队是国安，我们要与他一起战斗，我们要与你一起战斗，战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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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岳哥叫咱们去风景了，喝一杯去。啊？不去。妈的！北京转。阿姨，一起说国安必胜。不得两面好吧。加油！国安必胜。现在说一国安必胜，你说是妈妈说国安必胜，快点。